一八嘴快报，据台媒，韩国检方对The Juice 1017内选秀节目造假案的调查结果昨日曝光。第三季的二位龙登利和第四季的 XL 被确认成员经由伪造投票选出，第二季的 One 也被确认有一名成员是通过伪造投票选出的。据报道，金永在与安俊英于7月17日在 NJM 会议室定下了第四季出道组名单和排位，并根据该名单伪造最终投票结果。检方还查明，The Juice 101第三季选出的 YWONE 组合，也是安俊英与金永在签订下出道组成员和排名后，在伪造投票处选出的。